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记忆与传承》。今天呢，我们向您介绍的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龙门洞庙会。中国人的庙会很多，每一个庙会都有由来，每一个庙会都有美好的传说。而每年农历三月初三的陇县龙门洞庙会，在陕西、甘肃地区是颇具风格。对龙门洞庙会的追溯，关系到一个重量级的人物，那就是道家祖师爷丘处机。陇县龙门洞庙会文化呢，是以丘处机创建龙门派全真教的道教祭祀活动为主体，融群众祭祀、庆典民俗、游山赏景等活动为一体的庙会文化活动。那么下面呢，就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龙门洞又称龙门山，古名灵仙岩，位于陇县新吉川乡的龙门山上，海拔1800米，山上多喀斯特溶洞。龙门山奇峰叠起，森林茂密，飞瀑流泉，全山有36洞、24潭和9峰7石等胜景，为关中山水奇观。龙门洞因全真教祖师丘处机曾在该山隐居修炼7年而闻名，是道教全真龙门派发源之处。丘处机隐居龙门山时，不见宫观，与诸弟子分别栖息于混元峰下的几个洞窟之中，修心养性，磨练意志。后世将其特有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历史巧妙融合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自然人文景观。龙门洞作为全国5大悬空道观之一，殿阁楼台依山从水，借势成景，显殿飞于半空之中，其洞自绝壁叠出，栈道凌空，云梯垂悬，鬼斧神工。加之故事传说的点缀，使风水宝地平添几分玄妙和灵气，吸引着万千游客。龙门洞庙会历史悠久，始于春秋，建于西汉，盛于金元时期。据史料记载，宋徽宗大观2年，龙门洞3月3日庙会已经形成。金大定10年，丘处机来龙门洞修道，创建了龙门山场。龙门洞庙会达到鼎盛时期，参加庙会的信徒和朝山者达上万人之众。龙门洞传统庙会为每年农历的3月初1至4月初8。由于道教龙门派是全国道教的祖庭，一年当中只过一次盛会，所以会期较长。每年庙会期间，来自陕西、甘肃、山东、河北、内蒙、湖北、四川、安徽等各省各山的道友
都会到龙门洞祖庭来，一位寻祭问祖，二位帮庙会。更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赶赴庙会进香朝拜。为了每年一次的这场盛会，73岁的龙门洞监院朱法友早早就忙碌了起来。朱法友道长俗名朱顺年，法名法友，是道教全真教龙门派正宗的第28代传人，现任龙门洞道院监院。龙门洞这个地方嘛，你是讲龙门洞有36洞24坛，这是坛坛有龙，洞洞有仙。你看虽然是个小庙，但是你要是求自然留下的龙门配置主题。这个庙会嘛是个古会，就是1月08天的会，就是你看外面只喊了那个法台，我说这祈祷国泰民安，释放这些人都要风调雨顺的。这去在这个地方有设下功德的，有供养的，这个走他这时候以后就是把这些人要超度的啊，超度亡魂，大体上意思就是这样。庙会期间，龙门洞道院会举行为期20天的道场法会，恭贺众位祖师诞辰迁徙，祈祷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人民安康，社会和谐，祝愿山门兴旺，香火鼎盛，道众弟子修真有份，并为香客信众祈福消灾。至今每逢农历的3月初3，龙门洞传统庙会期间，都有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前来朝山敬香，香客游人们络绎不绝，龙门洞道院内香烟缭绕，人流不息，彻夜灯火通明，香火鼎盛，一片吉祥。千百年来，中国的庙会文化源远流长，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发展，龙门洞庙会呢已经逐渐成为弘扬全真教龙门派宗教活动的主体。龙门洞庙会活动经道教文化的浸透，使得文化底蕴愈加深厚，文化现象愈加神秘与多彩，也使得龙门洞成为陕甘地区远近闻名的洞天风景圣地，成为人们养生问道的首选之地。好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。观看往期节目，您可以登录宝鸡手机台、腾讯视频、优酷视频，关注宝鸡电视台微信、微博，了解更多的节目资讯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下周再见。